今日我哋要揾嘅呢位女神咧，就俾人一种那些年嘅感觉啊！因为佢就好似学生妹咁样，清纯得嚟又带点可爱，可爱得嚟又带点稚气。我真系拗晒头，点解一个咁得意嘅女仔会约我哋嚟一个庙度见面嘅咧？可以叫我康师傅。康师傅吗？嗯。你们好，我是林可。Hello。你们第一次见你就约我哋喺庙度等嘅？因为这边呢是清水很有名的紫银园。然后呢，这边总共有300多年的历史哦，所以很多啊，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来清水都一定会来这边参观。咁呢座廟咧有冇話主要供奉啲咩神明？因為我見咧每座寺咧佢都有個專屬嘅神明啊，俾佢哋供奉。哦，這邊呢就是是台中最大的觀音廟。觀音廟。嗯，但是呢，我今天不只是要來帶你們來拜拜而已，我們先進去看看吧。好啊 ，Go。其實咧，完全睇唔出呢度係300多年歷史嘅，同埋呢度咧嘅裝修咧係好華麗啦，好精緻，同埋其實佢啲漆咧都冇乜點樣甩咯。咁我去過彰化嗰度咧，佢有另外一個天后宮咧，佢個規模咧係冇呢度咁大，呢度已經係佢哋仲有多一層咧，係大好多成個規模。我不是就說今天不只是要帶你們來就是參觀拜拜嗎？嗯。其实啊，这边还是我以前念书的地方哦。温书的地方，想不到吧？以前啊，这也是我就是高中考大学，然后很常来的自修室。那个时候这边就是全满哦，现在看到只有一点点人，那时候是全满的这样，所以那时候是不能够讲话。我们清水有两大自修室，一个是在我们清水图书馆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紫银园的自修室。我其实之前是在图书馆的自修室念书，但是那时候是跟就是男朋友一起，后来分手了，就是跟我的初恋分手了。然后因为图书馆就是有太多我们两个人的回忆，然后会很伤心，对，所以我后来都跑来这里念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对。林好话咧，阵间带我哋去食一个清水咧，由细食到大嘅铜板美食。只要有朋友嚟清水咧，佢就一定会带佢嚟食添。你看菜单在那边，那因为你们第一次来，我就点一个原味的咸桂，原味，还有我最推荐的肉炸。开动！那我们先来吃这个咸桂好了，这个原味，原味的。其實佢好似咧，因為佢嘅味咧係淡淡地啦，冇乜味，跟住冇乜鹹嘅，佢有啲似蘿蔔糕、芋頭糕嗰種味道同埋口感。佢同蘿蔔糕嘅分別咧，就係佢蘿蔔糕係一絲絲出嚟啊，即係蘿蔔刨完。呢個就係米糕嗰度食到一粒粒嘅感覺。接下來是重頭戲，就是我最愛的肉炸。肉炸。好，我先介紹俾你們看，來先把它打開。先这样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就是呢，它里面呢有那个白萝卜丁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有点烤烤烤烤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它里面有那个葱蒜，然后再加那个有爆香过的葱蒜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肉，这样等一下咬下去啊，那个肉汁就会从那个里面爆出来。爆出来。对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呢，它的那个饼皮其实是很酥脆的，所以它那个咬下去的层次是很丰富的。它里面不是白萝卜丁，它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换成茭白笋。你看这样子就会让顾客就是完全吃不腻，就可以吃到不同的馅。
但又係同一個味道，同埋咧係真係咬到佢啲蘿蔔咧係真係一粒一粒，佢唔係蘿蔔蓉嘅，係真係蘿蔔粒咯。同埋咧加埋佢個肉咧係真係好 juicy， 真係爆出嚟嗰啲汁。我係中意佢嗰個皮咧加埋嗰個蘿蔔粒咧，食落係脆啦，入邊又脆咁樣樣。真的好吃。嗯，咁你係細個咧幾時開始食呢樣嘢？我在家啊，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吃了。即係細個食到而家咁。細個小學嘅時候。一開始，它這間店其實是沒有店面的，它是一個小攤位，比現在更小。嗯。它就是一個路邊攤，然後你都是完全沒有位置的，就是只能那種路邊買了就帶回家這樣子。嗯。然後開到現在。就是这几年他才现在有这个店面，所以这家店真的是我从他是路边摊，然后一路看到他就是有开店。哎，然后你们就是等一下吃完这个，还有没有想要去哪里？不如去饮咖啡了，因为我今天还没喝咖啡。哦，我今天都没喝到吗？好，那其实清水啊，就是很多人的印象是就是海边嘛，但其实我们清水也有非常漂亮的山景。然后这附近啊，就有一间在山间的，就是隐藏咖啡厅，隐藏咖啡厅，很隐秘的咖啡厅。嗯，等一下就是带你们去，然后喝咖啡，坐在那边放松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也被食埋佢啦。好，我们赶快吃。嗯。呢度真系好似你所讲咁，好清幽，有一望无际嘅山景。但是我好像没看到有咖啡，就在里面啊，入面。嗯，我刚刚只是以为它的外观是三合院，但估不到入到来它的装修啊，还有它都有保留到一些以前的家私，就好像真的回到爷爷妈妈的家一样。然后这间咖啡厅呢，除了一定要点他们的隐藏版甜点之外呢，他们的招牌炙烧饭团也是一定要点的。那我炙烧饭团，那我就点了起司口味跟靴子口味的。我好中意佢上面嗰个飞鱼子嗰个酱，因为佢应该咧系 mix 咗少少沙律酱、蛋黄酱嗰啲咧，跟住一起整嘅，跟住就有少少酸酸甜甜嘅感觉啦。我本身以为佢个馅咧都系会有啲飞鱼子喺入边，点知佢系。雖然它是沒有餡，但是看到它的飯它是中間夾雜著很多配料的，即是紫菜、芝麻這樣，即是它預先不會說只是飯，它預先把配料一直撈埋攪拌了才搓成一個飯團給我們吃。它的芝麻挺香，我覺得就是這兩個口味吃起來啊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起司口味，因为就是我觉得靴子也很好吃，只是靴子就是那种甜甜的，然后如果就是如果有家长带小朋友来，就一定要点这道，因为就感觉小朋友就会觉得哦好好吃哦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起司口味就是比较有大人味的感觉。你们有看到就是上面搭配的这次是绿葡萄吗？其实老板非常的贴心哦，就是他呢是因为季节的关系，然后上面的水果呢就会搭配不同种的水果。这个蛋糕本身比较甜嘛，所以呢他就是用水果来综合掉它的甜味，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嗯，其实它这个蛋白霜呢是真的偏甜少少的，同埋其实它旁边呢都有啲 cream， 即是它上面都有啲 cream 包住啦，但它的 cream 呢就应该是专登没做到真的很甜，就偏淡少少，所以其實加埋呢一個提子咧，所以就真係可以中和到佢嗰個甜咯。我覺得幾特別嘅呢一個係。哇，同我想講咧，即係本身即係譬如我哋有時食 cheesecake 咧，可能會好膩啊，即係食一個就哎夠啦，咁唔食住咁，但係食呢個咧，佢好吸引你，可能一路食落去咁啦，因為佢一咬落去咧。它是即刻好像棉花糖咁融咗喺口，入口即融。系啊，即系你食落会系咁想继续食咁咯，嗰种感觉系。即系估唔到一个咁偏僻嘅地方会有一间咁好嘅小店喺度，即系要多得当地人嚟带我哋先可以揾到呢间隐世小店。诶，跟着在地人玩准没错。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玩法，就是呢，我等一下带你们去清水旁边的五期，这个啊，就是也是很多就是外地的人来玩一日游会安排的行程。而且呢，我等一下要带你们去玩的东西啊，你们一定没有想到，台中竟然玩得到哎！我们赶快把它吃完，带你们去。
雪啦，估唔到台中都係呢啲地方啊！跟你們說，這邊是台灣第一座室內恆溫滑雪場。现在大概室内啊14到16度，而且这边的雪啊都是干净的水制作的。我哋唔好讲住啊，我有啲冻啊，不如我哋着件外套先啊。那我们先去穿装备。好，这个呢滑雪场除了来这边是玩雪之外，还可以滑雪橇。滑雪，你看就在你们后面。哦。那个那个。我们谁先玩？你玩先啦。知啦。好。谁先？你玩先。你点解我先？好啊，我先啦。好啊，来，你是。我来啦。你要从这边走上去啊，不要跌倒哦。要刹车啊，给他。很滑哦。准备啊。准备啊。哇。可以吗？2、1。哇。好快哦！他的歌太强了，好玩哦！哎，是不是蛮快的？其实系几快噶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可以噶。你踩实咗个地先。好困难。有冇搞错啊？会唔会太跣啊？呢度。Hello，Hello。喂，嗨。Hello。好啊。你还好吗？这个画面好温馨哦。等先，你踩实个地先。整翻高鋪先，等直播擺啲啦，係好攰啊！阿 John， 我突然間覺得咧個心好温暖啊！我係唔想你阻大家收工咋。哦。幾多剎車啊？一。啊！啊！哇！我原本以為你是很淡定。好跣啊！上面没有想到你是运动神经不好。唉，被女神嫌弃，好伤心添。好攰啊，推你。你是不是很累？好重啊，佢。好啦，那换我。到你啦。耶！不知道为什么他讲就系会发生呢样嘢。3、2。呀！哇！喂，已經剎咗車啦，我哋未到。哎呀，好玩啊！咁你而家咪住喺台北嘅？咁你幾耐咧會翻嚟台中一次揾屋企人？同埋通常翻嚟咧，你會同屋企人去邊？定係都係留喺屋企啊？我通常啊，都一个月至少会回来一次。那如果说是陪爸爸或是妈妈的话，通常就是会来这边。那里的滑雪？没有滑雪。这边除了滑雪场之外，它外面其实是一个那个 outlet。然后。嗯，是我们就是台中应该算是最新的 outlet。对，也是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，因为清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嘛。不如我哋就煮俾你爸爸同妈妈食啊，即系我可以，乜都得嘅，即系我可以谂几味，即系带有少少香港特色啊，即系有佢哋可以易入口啲嘅家常菜俾佢哋啊。康师傅，估唔到你都会无事献殷勤啊！喺咁可爱嘅林河面前，咁就梗系噶啦。这附近有那个无栖渔港吗？我们等下去那边买海鲜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表現你的孝心，我要我表現我的誠意啦，因為絕對是要自己整的。咁我今日諗住整嘅海鮮的菜式就有呢個花甲蒸蛋啦，跟住姜葱蠔。咁我哋依家嚟揀咗啲蠔啊同花甲先啦。好。
因為咧，我啲蒸蛋咧，我唔可以揀啲太大嘅花甲啦，因為就如果唔係啲蛋就冇位擠啦，所以就揀呢只花甲啦。同埋咧，即係我哋點樣睇佢新唔新鮮咧？其實我哋睇緊佢呢啲咧，佢新咗少少，係啊，會伸出嚟嘅喎，佢又出嚟唞緊氣啦。嗰個證明就係佢仲係啦，好有即係仲係活力，係啦，會生生嘅。即係如果嗰啲殼可能打開咗啊，嗰啲就盡量唔好咯。只是买海鲜不够的，我们还要买鸡蛋调味料，这里可以说是清水超人气的黄昏市场。这边是我们清水的黄昏市场，你们知道黄昏市场是什么吗？有哦，香港没有吗？有啊。哦，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有分就是早市跟晚市，然后黄昏市场就是晚市，就是开在下午的，对，黄昏的时间。那早市呢，就是很早，一大清早，可能开到9点10点就关了的那一种。因为香港通常街市都夜晚三，对，所以通常我哋屋企人都系好早就去街市要抢咯，就嚟抢菜买菜咯。我發現三個餸又不是很夠，不如我哋揀多個菜咧，我哋多碟菜喎。是你要挑什麼菜？不如就呢個啊，呢個炒個白菜。好啊。那我去幫你拿籃子。好。但菜有冇話要點解？其實最緊要你睇嗰啲葉啦。你有喜歡哪一把嗎？我睇睇先。這個吧。呢啲靚啲。這個蠻漂亮。冇咁多泥土啊。仲爭一樣嘢咧，就係除咗豆腐咧，仲要呢個肉碎啊！你好，我想有300克呢個肉碎。OK， 好。啱啱嘅海鮮市場咧，同依家呢個黃昏市場真係又多嘢又新鮮啊，好多嘢行啊！你睇時間啊，我哋唔可以行咁耐噶，唔好唔記得你今日責任重大，喳喳臨買完你要嘅菜同埋海鮮，我哋就快啲翻臨我屋企煮飯啦。基本上啲材料都準備齊，喺依家最大問題係咧，我哋有一個好陌生嘅廚房啦。即係你知道香港嘅，即係可能大家用嘅廚具咧係有啲唔同啦，啲設備我都要左揾右揾啊，搞到有啲狼狽。擔心佢唔識用呢度嘅設備，因為呢度真係嗰啲好舊嘅式咧，爺爺嫲嫲住嗰啲屋企啊，跟住咧好彩咧仲有明火爐。我幾驚係要咧，佢可能咧要全部取火啊，自己燒柴去煲嘢煮嘢。耶！各位歡迎來到我康師傅的烹飪小教室。耶！ Yeah. 請問我們的康師傅，今天呢要為我們帶來哪三道料理呢？咁今日咧就預備三味餸嘅，第一味咧就係呢個花甲蒸蛋啦，係啦，跟住有呢、這個。豆腐肉碎啦，然之後就係有啲香港特色嘅一個小菜，就係姜葱蠔啊。嗱，咁既然你係主廚啦，咁你應該二廚啦，咁應該都冇嘅事噶啦，我就出去同爸爸同嫲嫲傾下偈啦。咁你就計啦，洗碗就交俾你啦。等一下，陣間啦，陣間啦。其實呢幾味餸聽落咧就唔難煮嘅，但係因為真係第一次喺鏡頭面前煮，真係好緊張。但係有女神幫手喎，呢個都係福利嚟噶。完成。這個是我的爸爸。那個爸爸你好，我是 John。你好，我叫康师傅。你好，你们俩很尴尬，有点尴尬。那他们就是为了要来见你，所以他们就带来了三道菜，都是康师傅准备。那我们就来开动吧，吃饭，等很久了，耶、yeah ，太棒了，哇，好吃。很累啊！哎，我当二厨是不是比他靠谱？你小心啲讲嘢啊！都唔系嘅，都一样嘢差唔多嘅。差唔多是怎样？我是不是算不错？
嗯，已經很好啦。因為今日幫我省卻了很多工序啊。如果唔係我都不知道煮到幾多點。咁都希望下次可以再同你去台中其他地方玩啦。嗯，好啊。耶！好。三個。四個。我是林克，我是台中人。如果咧去台中想玩啲特別啲嘅咧，就一定要去 Snow Town 雪落地。或者去之前短金介紹的大老角 Roller 場都是很好玩喎。哦，短金同你手拖手一起踩 Roller 嘛，全世界都知啦。嗰個唔係重點啊，重點咧係用我哋 KK Day App 揾門票，除咗有優惠，仲唔使驚排隊嘥時間喎。除咗景點門票啦，仲可以揾到交通、行程、餐廳，總之去台灣玩用呢個 App 最方便。咁仲唔快啲睇下仲有咩旅行優惠，下次再玩過。好啊。你可以走快一點嗎？嫌你行得慢啊！哎，这个洞真的很大耶！你见我哋咧着咗件飞行服，唔系真的好似揸飞机。我觉得我似啊，但你有啲似灭虫嗰啲。我除咗泡温泉之外，我系行过暗嘅。点解我哋今次嘅行程冇一个女神带我哋按摩嘅？系咯。